原来珍妮尔还活着，于是格伦就去厨房里拿了一把。全军出击！来一把蛤蚱，快点过来，过来！直接二级抓中，可以抓。中，摸你！打了个闪，不错。但是光打闪可远远不够哟。来，太追是吧？干他！摸你，雷霆幻影，一克！哎，这闪什么呀？这还？下半段河蟹拿了，控制自己，掌控敌人。拍地板，喜欢扭，摸你，给我杀！兄弟，这没打死确实有点难受啊，这怎么能没打死？刀子可能来了，这鸡不能收了，收自己蓝吧。没办法，那下路不来啊，没招啊。帮维克托反蹲一波啊！可
可能他会被挡住。咬龙打了，搞定，升六了，爆大呀，可以杀。踹的有点歪啊、回血，好，这土地将铭记，吃个蟹回家了。啊！瑞文被石头人单杀了，还这么老些血呢？喂！僧人们教会我许多，但我的命运由自己决定。没个托应该死不了，没事。我们赶紧升个六啊，升完六去那位的野区把它宰了。跟我来石头人，他打石头人很慢。敌人给我留下的伤痛，红应该是打完了，石头人他肯定没打呢。这他妈的！这都打不死人？往这儿走来！哎呦！这可太难了，这。曾经的失败没有阻止我，现在也不会。刷刷刷刷刷！维克托有大，我有大，这波把刀妹杀了，你必须得杀他一波，刀妹不杀还不行，在这等了，使劲等，就一直等，你看他出不出来，就一直等。无尽的
赢600，可以接受。我们来自同样的故乡，但却有不同的姓。龙也打不了，你下路又没了。我去上路抓一波了呢。上路也跑了，我血有点少啊。大招多少秒？16秒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大吧。上了啊！把上塔推了，我会弥补的。这下路这俩哎，一导致我啥我也啥我都拿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把人杀了，我连龙我都拿不了。抓也没法抓，支援也是不支也不支援，拿龙也拿不了，我抓个中人家分女还得跑过来，差事儿差太多了。这石头人杀了，来，咱俩伤害应该够。呀，一杯，但没关系。他没有大，他没有伤害。这把就只能帮着维克托抓，维克托像人。并非自废双目。这俩一死就死一对儿，一死就死一对儿。暴露了，兄弟，这不坏了吗？暴露了。早点跟我呀，他妈都15分钟了。把这峡谷拿了。我将掌控神龙之力，哪怕付出生命。太不飞了。怎么办呢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好踢，我踢不踢我也死了。我那临死之前打一个技能吧，
我想把那开大的胃给他踹飞。段位太高了，段位没拐。我跟你说吧，这游戏啊，就是哪边傻子多哪边输。我们家俩傻子，人家家没有傻子，不是比哪边谁更厉害，这游戏已经不是那种比谁更厉害的游戏了。单挑啊！你凭啥呀？石头人没有到，所以他没有什么用。为了一个红，我损失了一条命，感觉不太合适啊。还好大龙没刷新，大龙刷新就可以给我踢一脚，把这卖了，多带几个针眼儿。是不是小石头人？不好意思，石头人被我打了。石头人这不刚刷新的吗？大龙查个眼儿去，打也打不了啊，带线儿吧。
带线儿吧，我以鲜血淬炼一种铁拳，回家换装呗，带线金克斯配猫，谁玩都这样。那你金克斯配猫，你得看打啥英雄。你他妈打个分女人也能一直死，那咋死的呢？没有针眼儿吗？扫一下呀，没有气力。别跟人抢了，这抢不过呀，拉倒吧。哪来的？快撤！快撤！快撤！你说我把它埋起来吗？你们守家呀！我不要了，这基地，这基地我肯定不要了。我要这基地没有用。你要这波能守下来，那就行。你要守不下来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掏着没赢过是吧？掏着是不是没赢过？完了，高的要来偷基地了。怎么办呢？瑞文三件套，这团战感觉好像随便打呀，这也能扣歪来。看来并不是随便打呀，兄弟们。Your inhibitor is respawning soon. 控制太多了，哎，拉倒吧，下一把。